是中华文化的符号。王国维评价它，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它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先锋，以其绝世才情、温韬武略，影响康熙皇帝，开创一代盛世。人生若只如初见，是以清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传奇一生为原型创作的第一部新时代古典舞剧，北京舞蹈学院和亚洲大美金融艺术团联袂演出。这是回馈全球8000万大迷的一场文化盛宴，同时也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海淀区委宣传部、中国文联、北京市文联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舞剧由囊括舞蹈界所有大奖的著名舞蹈艺术家刘震执导，顶级编创团队之外，更汇集了业界著名舞蹈演员参演。在这部美轮美奂的文化大剧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纳兰性德从真情始发直到坚守一生的执着，更是摒弃偏见与勇气、文化融合的智慧、捍卫家园的壮志和至真至美的品格。初见是纯澈美好的梦幻，初见是一生守候的信念。我们将在这里相遇、相见。